徐叔好，董事长。董事长，你们这是？徐叔叔，给您介绍一下吧，这位是我的女朋友，也是我的助理周然，这位是徐叔叔。徐叔叔好。也好，既然是这样，我看徐曼就没有必要来了吧。重要的聚会怎么可以说不来就不来呢？爸，阿姨好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郭瑞。阿姨你好。哎，荣轩哥来的比我早啊。嗯。终于走了，看来我们之间配合还挺默契啊。嗯，哎，荣轩哥，这位就是和你一起上过杂志的女孩吧？嗯。你好，我叫周然。你好，我叫徐曼，我男朋友郭瑞。你好，我是郭瑞。你好，我是周然。你冷吗？要不把空调调高一点。好。你看看，人家多甜蜜啊！哎，今天我已经向我爸表明决心了，你满意了吧？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和你在一起。荣轩哥，既然他们都已经走了，那我们也各自行动吧。拜拜。拜。走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要想哭就哭吧，现在又没人。哎，我让你哭，不是让你趴我肩膀哭。你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把我衣服都弄脏了。我给你洗就是了吧。你怎么洗？这衣服不能水洗。你怎么那么小气啊？在人家伤心难过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斤斤计较？我给你送到干洗店洗就是了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还有上次那件。不会来着的。嗯。